乡亲、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》。今天是新历的十二月初二，旧历的十月十六，礼拜三。母亲的爱真伟大，咱继续来看彰化迄个叫做新生的红孩啊，总算是来出院了。在这个三个月前，新生的妈妈来感染到新流感。特别被杀离的时阵，来拼最后的一口气，把伊生落来。这个新生出世的时阵，才800多公斤，即卖体重加三倍，真健康。但是已经失去妈妈的新生，出院也是无法度甲爸爸来团圆，因为爸爸爱做事趁钱，只好暂时先把伊寄予人要。新生已经2600多公斤，爱转去啊！照顾伊三个外月，护士拢真唔甘，受尽要甲喷。好棒哦！新生即马真健康，嘛真高准。护士替伊穿新衫，伊要展开新生活。2600多公斤，衫裤穿起来感觉较大领，护士看了拢爱笑。换因老爸抱的时阵，新生煞咧哭，可能是心内知影讲无老母，因老爸爱过出去食头路，新生暂时都爱伫寄养家庭。因老爸讲到这嘛，感觉真无奈。伊嘛，逐天甲新生的老母回信咧，伊希望讲等新生三岁时阵，会使顺利将伊带倒转来团圆。是我每天都看着妈妈的相片，都每天都有跟她讲话，真的很感谢她，在天上也每天在保佑新生一天天的长大。再怎么辛苦，我都会把新生抚养长大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在生日快乐的歌声当中，新生要回去了。虽然说他失去妈妈，不过他老爸会好好请养他大汉。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